ground shake.今天是索隆跟娜美的约会日，我们去玩水上香蕉好不好啊，娜美 ？Let's go！ 哦，我不小心撞到他了，没关系啊，上来上来上来啊！哇哦，他的裙子好短啊，约会穿这样不太好吧？嘿嘿嘿，我要玩这个香蕉船，这个香蕉船可以加速哎，我试试看，冲啊！哇哇哇，冲好快哦！它需要那个冷却一下，没有绿色那个 bar 变蓝色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这個，哇，这个水好漂亮啊！哇，加速，呜、哦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哦，这个风景真是赞啊！那一条一条是什么？一根一根的。我们等一下上去看一下啊，娜美。哦，后面会喷水耶，咕溜咕溜，哦，撞到东西了。Oh my god！ 我的脚居然穿过去那个香蕉啦，我是怎样？欸，为什么会有鞭炮的声音啊？噼里啪啦的。哦，我们先下车咯。哦，哇嘞呀，这个香蕉船翻车，还可以啊，它卡住了啦。好吧，娜美，我们下车吧。娜美走。啊，我们看一下娜美的穿着啊，他今天穿得好性感哦，哦他好瘦哦，那个香蕉船怎么了？看一下娜美，哇，眼睛好大、啊，哇、哦，哇塞，他裙子也好短哦，为什么他抖，他的脚在抖啦、啊？啊，不管他，这个，他的武器，我不太懂为什么他武器长这样，好吧，蓝色的棒棒。不要打我哦，我有武士刀哦。哈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索隆的他的贴图，哇哦，做的还蛮细致的哦。嘴巴咬了一把那个武士刀，然后他旁边又有三把，然后手上又有一把刀，哇，超帅的啦，索隆。那没走吧，我们去看看刚才那一根一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？他是做什么的？我猜应该是啊，我看到啊，远方啊，那是栅栏啊，我以为是什么东西一根一根的嘞。哇，辣妹，我的车在前面，走吧，看一下我的车子是不是很帅啊，上车啦。哇，他真的好瘦哦，而且他的裙子超短的啦。啊，坐好咯，我要开始骑咯。哎呦哎呦呦呦。哎呀！哦，甩尾啊，冲啊！喂，翘孤轮，别怕别怕，我会骑慢慢骑的哦，别怕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拍照哎、欸，我们来加入他们一下啊、哦！车子不会不见吧？刚才又不见了。哦，过来哦。哎、欸，大妈，来一张照吧。欸、哦，按啊，对啦，这样子啊，我不知道跟你照哦，是跟娜美，娜美过来，给我过来，你在后面干什么啦？好啦，我跟大妈拍照，大妈在看我啦。那个大妈在斜眼在瞪我。好，我存起来了。娜美过来了，我要跟你拍一张。我往前面走一点好了，他这个跟随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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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一点 ，OK。来，第一次约会总是要拍个照嘛，对不对？等我一下啊、哦，我先瞧个位置。哦，我不是要拍你，我是要自拍。为什么我在正面呢、啊？我要在旁边。哎哎哎，你要入镜哦？我觉得是哪里的问题啊？我先面对你啊、哦，我先面对你 ，OK？ 然后我再拍，瞧一下，为什么都是这个方向？哦耶，你进来了，你进来了 ，OK？ 来笑一个。哦耶，终于有跟你的照片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了，娜美走吧，我们上车了。
我们先把武器收起来好了，这把刀也有点怪。我先把这把刀收起来。OK， 收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哇，没有帽子的话是有头发的，绿色的头发哦，是不是很帅？好，上车了，快点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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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。嚯，不要告诉我你出现 bug， 出现 bug 怎么办？那我只好再叫一个辣妹出来啦。Spawn， yes， 上车。辣妹二号，另外一个在后面。那我们。那 Let's go， 耶！呜，这台车可以加速哦，试试看。但是等一下我要找一下那个比较平坦的路啊，不然真的会摔车啊。哦，喷火，喷火，喷火！哇、哦，超爽的。哎、欸，小古轮，喂、哎，等等等，我看不到前面了，冲啊！真的是无车日啊，这多么的爽，完全没有车。哦，哇哦，好幸福啊！后面有辣妹，然后又，等一下，好危险啊！突然的刹车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辣妹，我会慢慢骑的，我要加速啊，慢慢骑，慢慢的骑，哦吼吼。超级快的啦！好，哇，上面有飞机耶，那边你看，我们是不是要玩一下飞机啊？啊，这个飞机好像很好玩哎。好，我们先去前面机场看一下啊、哦，加速啊 ，Go！ 哦吼！哇，好危险啊，真的超危险的。那后面的机场在哪边啊？看下机场在哪里。啊，这个离机场有点距离耶。OK， 我们到这个机场这边。OK， 这个机场在后面啊，坐稳哦，加速！哦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喂，在准备要加速，哎，什么东西卡住了？卡键盘了！哦，超爽的了！哎呦，为什么？哇，自动的，自动加速，哎，这太棒了吧！哦，机器多久就喷多久啊！哦，啊，撞飞机喽，娜美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干嘛一直撞东西啊？我往前面一点哦，娜美，不要怕，来，撞飞机，快点！来，你坐前面哦，坐后面，我保护你，准备起飞喽！我先关掉这个加速器啊、哦，它会一直变色，很烦哎、欸。等等等等等，我先转个弯，转个弯。巴古，哎、欸，我要转弯，我要准备起飞喽！呦呼！哎、欸，不能收轮子哦，这台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看一下，这个人生不错哟。来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哦！喷火了，哦，喷火，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又卡键盘了！哇，风景真棒啊，娜美是不是很赞？哦，来低飞俯冲一下，咻！哇，侧飞，哇，360度，哇，头都晕了我！哇，这个是撒药飞机。算吧，撒药机吧，哈哈，这样念好怪。总之呢，低飞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对啊，这样可以看看看到美丽的风景哦，然后草皮绿色的，哇，还有好大一座山啊，哇，是不是很赞啊？好，我们到飞到另外一边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哦。诶，前面那个长长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油罐车吗？一粒一粒的。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前面那个，看错了，是小房子啦，房子太小，看不太出来哦。好、啊，我们飞到那个最高的大楼去玩一下东西，准备过去咯。飞，咻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，哇，
超赞的、啊，是不是？第一天约会就是这么的高级啊！OK， 我们快到这个高楼的地方了，准备要跳伞哦，准备好咯，准备跳，等一下还没，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，等一下我要准备跳，跳啊！那你呢？啊，我没有带降落伞，啊，我有找到，我找到了，大梅，准备要跳伞了，在干什么？哦，飞机掉下去了，哈哈，没关系。我在这边等你，你慢慢上来。这边有电梯啊，放心放心。哦哦，哇，哈哈，是，啊、哦，这样翻过来了。OK， 我们这边再叫一个东西啊。好了，娜美，准备要出发喽，抓紧哦 ，three two one， 冲啊！哦，超级高的哎，我们要准备加速喽，娜美。那没，哦吼，哇，这是多少啊？180了，怎么可能？在空中有180，哈哈哈哈，摔车啊！哈哈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再上去。这个车子还好吗？感觉好像快坏了耶。哦，上面都血迹了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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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 ！OK OK， 我们来加速加速。哇，路上没有车，真是太好玩了。随便都200多起跳的，哦，250咯，冲哦，甩尾甩尾甩尾，哇，超级快的，是不是？冲哦，哇、哦，哇呼，哈哈哈哈，就这样甩出去了，啊，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人出来呢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？奇怪，一个人都没有哎，会不会等下出现怪物啊？且车子也没有，太诡异了。我们去前面晃晃看看，加速！哦，好危险哦！哎，前面平的啊，这是哪里啊 ？Lady and Boy， 这是韩国街啊？为什么突然来那么多奇怪的人啊？而且都用跑的。有点可怕，为什么还有狗啦？这也太多了吧！这是怎样吃草吗？哎，为什么还有警察啦？这是要保护我们的吗？哈哈，不会吧？我们第一天约会就遇到吃草啊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好吧，准备要战斗了。哎，我的刀呢？我刀不见了啦。找一下刀。好，娜美，准备战斗。哦，直接是要打，是好打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打了，打他，快点！哦吼，哦，看来我们刀对他们没有用啊。一刀斩，嘿，啊，我居然用踢的，切，一刀斩，娜美，快上！娜美，没关系，我保护你好了。你在旁边发呆没问题。一刀斩，哇！他站起来了，一刀斩，呀！要咬我的娜美，你走开！那死变态，哈！看来我的刀真的对他不行了、啊。这只小狗，小狗被干掉了。哦，他们躲在边边哎，那我躲在旁边就好了嘛，就是。哎，前面一坨红色是什么？红色是什么敌人吗？地图上面有红色一圈的，别告诉我那是都是僵尸啊！那僵尸太多了吧？啊，他们躲进来，躲进来，躲进来，躲在这边就安全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躲在后面又觉得没什么事啊，那你在后面等等我好了。去解决他们！哎呀，踹！可恶！这是破坏我的第一天的约会啊！哎，那台车怎么开走了？哎，我的车呢？上车上车！我们去看一下那红点点是什么东西啊 ？OK OK， 上来上来上来！你们那个红圈圈是什么、啊？
哦，他们好像是佣兵，是坏人的样子。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杀僵尸啊？所以照理说他们是坏人哦。啊，我没有开那个啦，我开那个，这样子他们就会杀我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那是白色小狗，这白色小狗会攻击的，是吗？好多狗哦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小狗跑出来了，那小狗是僵尸吗？对耶，你的车压倒压死一只狗，哎、欸，它要爬起来了，哦，要开打了，对不对？开打，你找索隆打干什么？走开啊！可恶，破坏我美好的心情。你看那个人为什么在发呆啊？先把他干掉。哇，僵尸会挥拳哎、欸，这样太扯了吧！娜美摔倒，那僵尸居然推我哎、欸，踹你哦，小狗，这只小狗好多、哦。我们上车啊，这边太危险了，上车。娜美，他把我拉下来了。哦，你很凶哦，你居然把我拉下来。哦，我被围殴了，好多狗。我去捡枪了，真是太麻烦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吃我的子弹！这个小狗，哇，居然还拉我哎！哎呦，哇，好凶哦！这只狗已经咬我了。这边好多狗，娜美走了，快走，快上车！又来抓我了，冲啊！撞他！哎、欸，没有撞到啊！哦吼！哦吼！他也摔倒。哟！哈哈哈！特技失败啊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再见。